三、二、一。喂喂喂！一大早就在享受啊，要不要更享受一点啊？哎，这节目会垮掉。是我的错啊，是我的错。这是罐罐，这是菜头，他们是。这支影片是收到方闹的邀请，方闹是即时预定都会享乐的第一选择 APP， 而我要来尝试使用体验玩一整天。但老实说，完全没有想法。哦，我现在的想法还是很粗糙啦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散步聊天的节目，所以我想找比较专业好笑的人来 hold 住好笑这一块。菜罐双头，跟菜罐是因为一年前的合作影片认识。我们最后一次合作，而我们要在完全没有计划的状况下相处一整天。至于结果到底如何，我想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。脸不要，脸不要。这一刻没剪进去，我真的会杀了你们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把我当鬼。你跟他出去。欸，我数到三十喽。那你从头开始数好了。干！怎么奇怪，莫名其妙的玩躲猫猫。九十九一，30秒，再30秒就好。干！你不觉得每次在倒数的时候时间都过超慢的吗？九八三二一，太简单了吧？一定有人在外面啊，那个那边一定有人。先假装不知道那里有人好了，应该不可能再躲进去。啊！干！我刚才躲得很好吧？我躲得好嘞。哎、欸，这是障眼法哎、欸，这真的是障眼法、欸，超烂的障眼法。干他们两个，你在泡温泉？干他们躲在哪？哎呦！是有人吗？不知道是有人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是谁啊？干怎么可能？干人嘞！在撕吧！干他躲在哪？哎、欸，干他躲在哪？不可能吧？哎、欸，他有点厉害哎、欸！不可能啊！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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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oh. 啊，超像哎、欸，厉害哦、喔，好厉害哦、喔，超像，好厉害！我干嘛那么拼命啊？我是他打的，我马上就被抓到了。为什么会有卫生纸在这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在那么小？屁呀！干嘛啦？我知道了吗？我也好像这种事也做得出来吗？刚才拿这个管子嘛，我呛到，然后鼻涕喷出来。哦，好恶哦！飘起来呀、啊！老板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节目会垮掉。再一种啊！再一种！再一种！不要给我再一种！给我起来啊！一大早就在耍 gay 的。嗷！嗷！超人！超人！大佬，超人！你俩是超人！你搞错了，你搞错了！这是鼻涕水，跟你讲，鼻涕水，鼻涕水不是我倒掉了吗？鼻涕水都在那里面，我不倒掉，我要我要我要解散，我要解散，这个王者都没在，没在，把整个吃下去，鼻涕水，不过一秒才想起来都干，这是鼻涕水吗？好了，那今天大家聚集这边要干嘛呢？不要在那边给我主持啊！再一种好。你是不懂 YouTube 的规则吗？怎么可以用啊？你不是个 YouTuber 吗？这怎么可以用？哦，我有个才艺啦，就是我可以单手的疯狂开这个罐子。哇，太慢了吧！好烂哦！今天是怎样？怎么有点逊？好痛哦！会不会掉吗？我可以吹出一个真正的泡泡出来。干烂死了！好，三、
站着睡觉的人。干屁呀！干你又去，又去，又去，又去！太久了。如果刚刚你在20秒内完成的话，会觉得很好笑。好，换你，20秒嘛。好了吗？快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他拿手的，他每次表演现场都大爆笑，没有人没笑过。比起秃头，比起秃头他更会这个。三、二，逃跑了！我们可以每一个场景都来一个这个吗？这超难的，你不会就跟光用一样的就好。三、二、一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好烂的。哎，这个存折不能看。三、二，哎，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你走到看。这是新生点的即兴调侃。哦，是即兴的，我都是即兴的，跟我们今天的拍摄一样。大本领，我没办法喝这杯。你看会卡。你们接吻的时机都是怎么抓的？我女朋友她前面有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我是初吻，我在公园，然后听音乐，她跟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接吻？然后就这样去亲一下，这样想个3秒，说，哎，可以再一次吗？大概是这样。哦，是这种感觉哦。没有，你初吻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，从无到有的那个瞬间，应该要印象深刻啊。想不到，真的是太模糊。他酝酿了很久，然后那个瞬间诞生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。他们脑袋一堆灰尘，然后全部扫干净了，很美好了。那你们在意你们的吻技吗？哦，我女朋友有段时间开始批评我接吻的功力很差，因为她的嘴唇这样子，然后我会整个包把它含住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笑。你是为了搞笑啊？为了搞笑。那你亲的话怎么亲？如果是她的嘴的话。没有，你的眼神太恶心了。他在意的不是你的吻技差，是你的眼神是这样。不是不是，大家都会闭眼睛吧？因为我是一个会闭眼睛的人。谢谢。他刚知道搞笑的时候，你们全部转过去。然后蔡龙小声的说：“我干，他断我节奏。”我一张开眼，发现你们全部都看着你，他认真的在我右耳那边抱怨，断我节奏。我说：“哇塞，他好卡。”应该都是闭眼睛接吻了吧？你一旦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就会想要偷开眼睛看看。对，然后在下次接吻的时候，你就会这样。对，没有这样过。我通常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对方都会莫名其妙睁开眼睛。会哦，你说你睁开眼睛的声音太大了，不会吗？你们不会吗？我接吻应该是好看的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牵手拥抱大于亲亲，这不好笑啊，不好笑。你的对方在抱你的时候会搞笑吗？会啊，就是再怎么讲的话，也会是比亲亲有趣的哦。但我确实女生好像都有做过一个梗，就是。抱着我说哪突然这样子，我就都反了吧。然后就会说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了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是不会知道吧？你有做过吗？我做过。哎哎，不要推我，你们不要推我。好，不要推哦，不要推哦，不要推，不要推哦，不要推。不对不对不对。你是里面最可怕的人呢，你是里面最坏的哎。不行了！你们应该是科班出身，演技的哈，不是演技，不是演技的，演真实的吗？我是可以按的，可以，好爽啊！好痛哦！哇，大哥很痛啦！大哥真的很痛啦！你在故意凹痛？很痛，我哪有故意这样子？哇，好痛！好痛到要站起来了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！刚刚那个好痛，刚刚那个真的好痛，对，眼睛超痛，眼睛超痛。哎，你眼睛都不会痛了，哦，好痛哦，我现在还在痛哎，好痛哦，那个真的好痛哦。看左脚，奇怪，为什么我的脚趾都这么痛啊？肩膀，奇怪，我肩膀也不行。哇！进我们的友谊。今天不是聊到告白的话题吗？以前蔡龙在跨年的时候有个告白失败的对象，反正就是他以前喜欢很久的女生，在跨年的时候被我鼓励之下就告白了。他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打电话，
然后笑着跑回来跟我说告白失败了。然后他失败之后，我很愧疚，我用我的手去打电线杆，然后跟我说这是我的错，然后手太热血了，这是我的错，兄弟。这个淤血。然后反正我要安慰他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啊，那个时候练习的超多次，我有看练习啊。练习大概就是不好意思。Hello， 前辈有一个演出，我两张票，一起。我喜欢你。纯子，你是我见过最活泼可爱的女生，觉得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我的活泼可爱，打扰一下。那个你还我答应啊？什么答应啊？我才没有请坤坤在我旁边呀。我没有请坤坤在我旁边，好吗？当时不是这样吗？当时不是这样才成功的吗？确实很多时候是。认真一下，认真一下吗？没有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我没关系，剪掉，我们会剪掉。要讲那个感想，对不对？在做他们和之前别的事情合作经验很多，都是鼻涕的声音。这个里面鼻涕的成分太多了。现在讲按外面窗户吧，好像有认出我。看我有，他认真的，他真的认出我们，不知道是谁，是江路的。干嘛？我没事，干嘛？他认出来，好丢脸！他刚已经只是转头耍帅了，没有人认出我们，该指他，然后就，我真的觉得羞耻。哦，害怕，会害怕。你为什么还跟滑手机？还跟滑手机？最可怕的人。他之前觉得他失聪，就去看医生，就是因为儿时太多了。有一次我跟他到南港的公园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不可以讲，菜头先生，这个不可以讲。”他说他拿手机。说过最帅的一句台词是什么？哦，我讲得出他最帅的一句台词。我先讲你的。好，先讲我最帅的一句话。他说他会一直照顾我到永远。哇！而且我没有对他说过，我都对他。他是最哇的点。他最帅的话是，我们那时候去台中帮伯恩、曾伯恩暖场，第一次在800多个人面前讲漫才，然后他在上台前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蔡总，下去把门炸。”然后6分钟之后，大冷场，多大冷，没有人觉得好笑。我在讲漫才的时候，讲到一半一直在想说他刚才跟我讲的话。炸弹，然后背影他这样跑过去。没有，蔡总，现在这个时间，你要讲认真的。认真，没有，他带我去地狱。他带我去冷场地狱了。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吃饭，然后你请我吃饭，那种关东煮的那种路边摊，然后有烟跑出来，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我超穷。然后他就说先吃面。我想到，他超帅。哎，没烟了，打开剩一根。哇，这种可以，这种可以。我有，那个时候那个拿一个波卡，然后剩一片，没有故事，还没有这个故事。他只有一瓶麦香奶，剩一口他就给我。都是走私。有一次我们去吃饭，然后他帮我们大家全部付钱，那个钱除下来是1350块。他没有还我，因为我想要欠他一辈子。帅的人是谁？这故事帅的人是谁？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初恋，这样，所以他有一次就说，他说宝贝，就是，我这一生第一次献给你。那说真的，就是等到疫情之后可以出国的话，我可以试试看泰国浴吗？等等。帅在哪？帅在哪里？我只是个渣男而已。好强，好厉害，这个可以当结尾了。渣男而已。就这样，我们结束了这天的拍摄。虽然剪辑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到底在干嘛，是假面甜心哎，小小超累。好了，都没有。谢谢方闹给了我快乐的一天。恶心。不用电话焦虑，简单操作预约，轻松获得满满的行程。有钱无价。小声。Single back, mama, single back, 'cause I'd give it all.